就在刚刚，我决定正式聘用他做我的助理。准确来说，是贴身助理，很贴身，很贴心的那种。怎么又是你？阴魂不散。程总，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想着下班的时候在这打扫。我先走了。令萱萱小姐，你接下来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要你擦厕所打扫公司，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我真的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我们可是有金钱关系啊，50多万呢，这就是关系。您怎么下班时间过来了？因为你一直不接我电话。没听见？未接来电不知道回一个吗？手机没电了。那你手上拿的是玩具吗？程总，您还有个商务餐会要参加呢，别忘了，快迟到了也行。那还不快走？啊，我们母子说话，轮得到你开口吗？嗯。大程总，作为程总的助理，我有必要履行我的职责。助理，有金钱关系的助理，他花50万买的你。对，他买断了我的时间，买断了我的服务，我必须履行我的工作职责。程总，请吧。这位女士，可我刚刚好像听说他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打算招你进公司。请问你是哪门的助理？大程总。就刚才这会儿是小程总对我的面试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是的，就在半分钟前，我决定录用他了。刚才是他的一个小测试，我对他很满意。程琳，你要跟我赌气可以换个方式，请不要拿工作的事情开玩笑。你确认他能做你的助理？我确定。我面试了100多号人，就在刚刚，我决定正式聘用他做我的助理。准确来说，是贴身助理，很贴身，很贴心的那种。简直胡闹！我们真的要赶晚宴，先走一步。程总，我真的能成为你的助理吗？程总，你好烦啊！送回家。我成功了，我不同意。我连公司前台都舍不得让你去，你倒好，跑到人家富二代家给人当保姆。哎呀，这不是保姆，这个叫私人助理，说好听点呢就是特助，就跟那个天天上热搜的林一周的文特助一个身份。人家文特助是男的，老板是林一周，那你这算什么呀？住到人家家里去，媳妇做饭伺候人家，放到古代你就是陪房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孤男寡女的，他要是想对你动手动脚，你这小身子板你能干什么？等等，看，哎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个名片的 title 是前台。哎呀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真的是玉美玲，可以呀，一撞还撞出来个钻石王小五呢。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个程总应该是美城集团的太子爷吧？前两年刚回国那个。对，人家现在23岁，长得跟明星似的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帅哥也不少。先别管他性向是什么。你觉得他能看上我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在我的心里呢，你是个一等一的美女。但是确实，可能你们这个老板呢，看不上你这种明日小黄花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程总挺低调的，放着好好的集团太子爷不当，非要跑去这个小破公司当总经理。周全，咱们先别管那些老板们的八卦。
我知道你就是担心我这个明日小黄花，但是我也不能一辈子靠你接济啊。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不容易，他给的工资挺高的，我也暂时找不到更好的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就想好好的独立，这样才有可能把嘟嘟接回来。好好好好，但是咱们俩说好了，如果你觉得委屈，咱就不干了。哇，这也太空了吧，哪像人住的地方。程总有些轻微的洁癖，他的房间每天都要消毒一次，消毒水的味道他受不了。哦，所以你要用玫瑰精油调过的喷雾把味道盖盖。哦，桌面上不能摆放杂物。嗯，家里除了你们两个不能有活物。哎，那花花草草算不算活物啊？算，他早餐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就是乳制品一定要是新西兰南奥塔哥牧场，牛奶要脱脂的。每天他10点到公司，你7点起床，8点准备早餐，9点出门。我刚才说那么多，你都记下了吗？啊！所有的外套要全部干洗，贴身的衣物要用专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消毒。洗衣和柔顺剂的品牌千万不能搞错了，用完了要买同款无香洗，他不喜欢太浓烈的味道。这个是杂物间。天哪，这是什么衣服啊？难道说老板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？上次开 party 的时候留下的。放心，老板的审美和取向都很正常，你应该很安全。在这个空间里你最好随时隐形，程总有需要会叫你，友情提醒，千万别往他跟前走。好好。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，房间里所有的区域晚上都不能关灯，老板喜欢亮堂，备用电源也要随时检查，以防意外停电。哇塞，有钱不怕浪费啊，灯都不关。好吵啊。程总，对不起，还没提醒他您喝咖啡的习惯，我再给您换。出去。奇怪，他怎么知道？